各位同心，我们继续来上课哈。一样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潘良华潘议长，谢谢。咱来看这个国家认定的标准。来，你若要讲咱是国家，来，你要有地，要有领土。来，台湾国家有领土，它就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台湾国家有人口，它就即马台湾平和典馆的人拢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啊，无摕台湾国的身份证啊，所以。台湾国无人口，有啦，有政府，反正即马即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毋是台湾人的政府。吼、哦，有啦，阮有外交官，有交二十几个外国的国家，啊，即种小朋友的国家，吼、哦，甚至后下一个国家万几个人尔。啊，阵来台湾访问，拄阿扁也咧做总统，阿扁也甲交代伊。中永和那边有一个叫做秀朗国小的嘛，秀朗国小，干那遐学生囡仔，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得万几个，去看面的国家的人变济，迄款来讲也过一个国家呢，吼、哦，啊，中华民国拢去用钱去买这款小国家，拢作势，哦，中南美遐就买啥物乌拉圭啦、巴拉圭迄款，来啥物瓦格圭迄款呢？啊，无就去南太平洋小岛国有无？后、啊、迄、那个密克罗尼西亚有无？伊个英原文是 micro 就足细啊，比迷你，咱个有啊，咱即摆手机个插卡有无？较早做迷你个 SD 卡，啊，即摆是 micro， 哦，啊，翻译个密克罗尼西亚就是，我像较早丹东山咧讲新加坡，丹东山咧。形容新加坡讲偏西大个国家，有无？捌听过？啊，拢伊买即款小国家来甲支持。结果你甲看因个建交公报，拢是中华民国个外交部去跟迄个小国家所签个建交公报，毋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个啊。所以即世人台湾国拢无，所以台湾毋是国家嘛。所以台湾袂使叫做国家。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咱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那这个逻辑会通，安尼拢那信耶稣拢台湾人，信耶稣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啊，那台湾人伊信这个释迦牟尼佛，安尼拢印度人。所以这逻辑袂通。啊，咱拢用汉字。都拢是中国人，歹势。日本甲即摆嘛拢用汉字，啊，真侪汉字。日本人敢中国人？毋是啊。你去包括韩国，韩国早期嘛是拢用汉字啊。哦，因较早首都叫做汉城，好无？即摆改做首尔，因改天改了，因改变文字。哦，因即摆用到韩文，哦，所以拢做侪因可爱，好无？韩国的话，印象就拢做侪因可爱，圈圈。所以这个逻辑不通。好，来，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将来变了，因为陆海空军的司令部也猜测哈，跟他存盖着指挥部。那么二十一万五的兵力，要精简加存十二万人，啊，这十二万人后日咱台湾民政府接政，这些人会甲转变做变做自卫队哈。因为咱毋是国家，所以干来讲国毋是国家，袂使有军队，干来讲用自卫队。那么三军司令部裁撤了，啊，据报啥物人要来发号施令？无司令部无人发号施令，啊，这据报要听啥物人诶？直接听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哦，伫迄个夏威夷听伊个号令。甚至我捌听讲，那万一阿强啊打台湾，摕到台湾的制空权、甲制海权，伊即马有能力
用这个运输舰啊，这个两栖登陆艇要起来。美国有一个这个战略方式，就讲希望你中华民国伫台湾的军队，你为西部沿海往内侧十公里进空，我美国来得啊，我美国轰炸机、我的战斗机、我的武器，我来处理较单纯。你唔好带碍手碍脚，唔多甲你误击，吼、哦！你定这时间要上课。好，所以你们烦恼，美国真正掌控台湾这局势，是美国咧保护台湾，你要搞清楚，唔是中华民国咧保护台湾，是美国咧保护台湾，先煞保护着中国人。台湾这中国人，哦，你要搞清楚。就像我昨日讲的，古林头战役，那无美国咧护航，和台湾军的部队，一船啊去到金门，哦，拢美国伫海峡中线咧巡逻，这个韩战会再讲去救到中华民国。本来美国已经有咧拟定计划，要甲中国军要赶出台湾，美军要入来占领，因为蒋介石伫台湾统治了太歹，已经有这计划。我无想着讲1950年6月25号发生南北韩战争，好，啊，这个战争一个爆发，美国的杜鲁门总统伫两公后，伫6月27号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好、哦，那么美国派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咧过台湾，啊朋友，第一就是讲不爱好蒋介石哥启动战争要反攻大陆，第二个嘛不爱好解放军来打台湾，所以是第七舰队咧巡防台湾海峡，咧过台湾，唔是即卖中华民国咧臭屁讲。拢因咧捍卫台湾澎湖，唔对，错误啊！啊，昨日讲个古林头战役，迄嘛是台湾军拍落来，哦，配合日本的将领，根本不将军，他也团队，所以将来你免烦恼。中华民国、美国干那会卖乎伊啥物款的武器？会乎武器，就是拢卖迄个美国认为讲。中共予你仿造，还是你把这机密用提华强啊、华强啊去仿造，还是知影咱的战略布局、咱的武器会当发挥到什么作用，拢知影。美国嘛无要紧啊，反正迄是我要淘汰的物件。哦，像即马，昨讲美国总统签署要卖中华民国，因即马拢讲台湾，迄台湾就是台湾治理当局，就是等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四家派伫几个军舰。啊，这款物件对美国来讲，因已经要处理、要封存的物件，啊，卖你啊，你阁会当替过台湾的对吧？美国免部署那么多军队在咱台湾周边，啊，咧过台湾，啊，恁家己有防卫性的武器吼，啊，这美国就讲啊，就小小啊卖你，啊，你替我过台湾，你中央民国替我，吼，会当美国要求讲你爱。有法度，阿公若咧拍时，你爱甲我冻一礼拜至两礼拜，予我美军来有时间来调动部队来支援安尼。那么美国军事政府若入来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爱撤退去金门、马祖，啊，是这个福建这个平潭岛，啊，这平潭岛拄啊伫这个福建马尾港，就是福州较东北边。啊，有一个上大的岛叫做平潭岛。啊，那么2010年11月30日，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航线锁航，航程3点钟。好，这为台中港。那么去年10月7日，海峡号平潭到台北港锁航，啊，这较近。台北港就是金山那个八里哈，八里港。伊遐佫较佫较近。那么，即台船啊，顶悬会当载760个旅客，
240架小客车。那么因家己迄个联合电子报因家己估计，那去年的运量会当达到180,000人次，吼、哦。而且是台北港的运量会比台中港较大，因呐，台北管区哇，或者讲是中国城，中国军迄阵撤退来伫北部台北市甲台北管上济，所以呐，为着要，然后因呐要回归祖国，吼、哦。就坐这款船啊，足紧的，2点半钟就到。好，那么是安怎？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这过去阮搞不清楚状况时，拢想讲哇，台独就是阿强啊要甲咱拍，结果唔是呢。哦，咱来看美国这个前的副国务卿佐利克安怎讲啊？啊，这有一个背景，就讲，迄当时2006年5月，啊，变啊是咪第二次。哦，伊连任嘛，所以伊已经无包袱。较早2000年做了总统，拢爱听美国的，啊，伊嘛要过选票，所以拢唔敢违背美国的意思。即摆第二任，伊无连任的压力啊，伊就开始要行台独路线啊。哦，所以迄阵第一届2000年阿扁做总统，尾啊美国发生9/11事件，迄、那个纽约迄、那个双子星哦贸易大厦。伊哦，边啊当，迄个开打组织开两支甲炸帮，规个拢陷落来吼。那么迄阵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阿扁也含小布希配合了袂歹，所以阿扁也迄阵要去中南美访问，所以小布希甲安排好伊个飞行机直接会当飞入去美国个本土纽约，啊伫纽约饭店会当互阿扁啊。阿扁入去饭店，进前就予伊落车，行来路边啊，牵咱个台桥阿手。过去毋捌有发生安尼代志。那么你会记李登辉1996年吼，伊咧讲两国论有无？李登辉进前咧讲两国论的时，美国就足无欢喜啊。所以李登辉要去中南美洲访问的时，美国甲安排讲无予飞入去本土。我也会能去飞夏威夷州、檀香山，哇！加油，还有休困。所以李登辉嘛，足无欢喜。所以迄阵呢，美国在台协会，迄、那个敢那伯瑞光吼，详细名我袂记啊。登机去哩甲拜访李登辉时，较早媒体甲报讲李登辉真无欢喜，所以讲穿困衫、困裤去接见，表示抗议。但是李登辉家己出来就是讲，伊是穿便服尔啦，无唔是干那，唔是去穿迄个睡衣啊、哦。啊，这就是你若无听美国话，无照美国意思，啊，去打着美国红线，美国就会冲一关步。所以2006年阿扁啊要去中南美洲访问，美国即届就起膜拜，小布希就甲安排讲飞阿拉斯加迄个安哥拉之事，好吧？以后你赶个比比错，哦，迄冰天雪地，阿拉斯加迄阵，美国甲阿拉斯加迄阵伫迄个参众议院咧开会，讲要买阿拉斯加，真济参众议员起来反对。啊，你买迄个冰天雪地的所在，也无啥物农产品，也无啥物物件，除了冰还是冰。你买迄卡冰箱遐大卡是要底啥？吼，安尼讲，你反对啊？哦，伊唔知影讲，迄阵足俗个，720万就买起，其实是700万啊，20万的迄个敢那佣金，哦，啊开720万就买起，美金。哦，唔知影讲内底矿物遐济啦，还有石油，还有稀土啊，啥物，做着好个物件，啊，佮战略价值，敢那个战略价值超过。所以变美国的最前线阿拉斯加，哦，所以阿拉斯加还有美国上先进的雷达站，甲 F-22拢驻扎底下。那么阿扁啊，即个又安排到飞阿拉斯加安哥拉兹，哈，无飞入美国本土。啊，这个你去阿扁啊，即马飞。安哥拉资料就直接飞南美洲访问了，
美国嘛不爱陪你本土，所以阿扁也阿 Q 莫卖，阵毋知陪对有无？迄阵失踪好一天，台湾的记者电视台一直咧报，叫做迷航之旅，毋知陪对呀，结果是陪对啦，陪利比亚，格达会有无？因的总统叫做格达会，啊伊。各大会派人出来甲迎接，吼、哦，所以甲用笑讲，哦，那也每日笑讲叫做迷航之旅。好，那么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安怎讲？咱来看，吼、哦，伊伫2006年，吼、哦，5月12日所讲的。佐利克日前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让我清楚的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作为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如此直率的把台独与战争直接紧密的挂钩，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啊、那个，他说，佐利克说公，这是因为让我把话说白，独立意味着战争，而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要冲上。出动军队就是要烧钱，无咧要出来远足交友，对不对？要来拍台湾，谁人要拍台湾？我怎讲的？我提表去当地里啊，进台湾朋友就是底下伫你美国手里，你美国爱顾好啊，你当店头家甲我表啊顾好啊，你袂使讲等我提钱要来输回去，唔啊，歹势啊，迄个隔壁迄罗马阿强啊，甲我抢去啊，台湾迄个阿强啊。唱去，这讲不过啦。美国你若要退，你还混什么世界老大，混什么世界警察？所以美国无可能会放阿强啊来退台湾。所以1996年，那个你顶位咧讲两国论阿强啊起批评有无？发动台海危机、飞弹危机有无？阿强啊气下为大。话，高雄港甲基隆港外海一个禁制区，这个所在所有的船只、飞行机拢袂使为遐过，因为我要刺杀飞弹。啊，你若为遐经过，伊我飞弹拍着，算你衰，我有甲你警告。迄就是咧封锁台湾嘛，啊，这足严重个代志啊！因为咱台湾的所有的出口、进口，拢靠这两个港口，尤其这两个港口。咱的粮食进口嘛，有这两个港口哩吧？因为咱台湾的粮食自给率，迄当时啊、哦，差不多32%到34%，等于差不多1/3，咱家己生产的粮食，咱有通啊食。那剩咧66%要得来进口啊，大豆、玉米，好、哦，这方面咧哈、哦，小麦。那么，如果咱只有继续封锁，那么咱台湾的战备粮，差不多会当冻6个月，就是咱储存起的粮食，那拢无进口，咱会当食6个月。那么6个月后咧，台湾人就本来一天食3顿的，即马爱那食家己生产的33%咧吼，32至34%，一天本来食3顿的，变成有当食1顿咧咧。啊！连咪大家都要的，为了粮食的，咱内部的修建啊，的内战啊。所以发生这款代志了，美国惊擦枪走火，所以无免经过咱要求，美国总统主动的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守护台湾，好无？免咱家要求，伊家己爱来。哎、欸，我这危险哦，阿强啊，你来拍个哦，台湾你要退啊，我都派对世界交代。啊！那日本天皇提钱要来搞我输回去，哦，我要提啥行李啊？所以台独代表战争，恁台湾人凭啥物要搞我台湾宣布独立？哦，即敢若讲，即块土地是日本天皇，啊，只是予咱台湾人住尔呢。好、哦，啊，咱来缴税金，予即个日本政府啊。那么虽然日本天即、這个。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治理权，无代表讲恁台湾人有资格改变更这个所有权状，变作讲这块土地是恁台湾人的。
授权即摆要第二我美国手里，啊，你甲要甲我变更，你若全部独立，啊，若有其他国家，尤其苏联啊，甲你赞成讲伊甲你承认，啊，介一个共产国家原来甲你承认，啊，有可能伫联合国嘛要支持用台湾名义入，安尼对美国来讲，哦，迄代志大条呢，歹处理呢，吼，因为苏联伊嘛有核战略核子武器啊，吼，啊，你若要甲伊硬拄硬，伊若放听讲。要射核子弹出来，啊，就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台湾是一个，会使讲有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真危险的所在，所以美国足注意台湾的变化，所以一直咧讲，台湾袂使片面改变台湾地位，哦，这是美国的红线，你来打的这红线，你就也要修理哈。好，那么现在美国讲台湾不可以公投。我这头拄仔大概有讲着，就是2008到2014年，你谢长廷甲小英去参加中华民国流亡总统的选举，对无？你若投票率遐悬，啊，你拢输，拢输同派，莫研究。全世界咧看着讲，恁家己欢喜，甘愿要阿强阿管嘛。所以解放军啊，入来美国，煞无法度出兵呢，失之于民。哎，你遐，你美国是号称自由民主。国家的这个、这个支持者哈，啊，你拢支持台湾人爱民主选举，爱民主选举投出来，你无要阮尊重，安尼你著言行不一啊，哈。好，过来，现在美国要咱台湾民众训练4000名的人员，甲荷花41万份台湾政府身份证，美国给咱。开这两个条件，哦，讲这两个条件，咱若做会到，伊就要甲监管交咱。那么现在是训练4000名，就是当初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迄阵蒋介石派陈仪来台湾，迄阵派到1000个公告人员，吼，哦，来台湾接管。迄阵台湾的人口差不多600万，那么即摆咱台湾已经。人口都2300几万，你若甲伊2400万，甲除以六，四倍嘛。所以迄阵的1000人四倍，咱变比个叫咱来训练4000个。咱这4000个都要训练讲头壳清楚，正刚了解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啥物情形。哦，你较袂认错做老爸嘛吼，啊，可能较袂去做唔对代志，走错方向，走错路。哦，那么阿扁啊，迄阵2000年，香港去选到总统，伊嘛无想到讲伊会赢嘞。结果一个选举，哇惨啊！会使讲无伊无伊个班底，因为政府个机构，即个主要个主管有差不多8000个，啊，你民进党无遐济人才。所以只有沿用较早国民党系统才事务官，所以才讲换头而无换身啦。拄啊，总统府啦、行政院这较大一寡部会所长是民进党啦，下骹遐事务官是毋是嘛是同款旧个国民党个系统？所以顶管个命令落来要做啥，到下骹阳奉阴违，所以我都。大刀阔斧，和台湾进步真紧。台湾就是有两股蓝绿的势力在对抗，在互相拉扯，所以咱开始准备进步。好，咱进步速度拢互相扭后脚，哪去你做，你个就后壁你扭后脚，你个去做，我哪里下骹你扭后脚。所以咱本来是亚洲四小龙之首，啊，即马退甲变四小龙之尾，即马已经跳。已经不是龙了，变一只虫。又韩国、新加坡、香港拢掠过，咱的所得已经差不多15年不升啊，哈，退到15年前，所以真悲哀。所以现在即个柯P、柯文哲，我都用推倒蓝绿这个高墙，哦，这个号召力对于咱家少年囡仔很有感觉。打动这些年轻人的心，嘛打动
老中青啊，大家嘛想讲受过了蓝绿对抗，所以即卖咧主导议题已经唔是民进党，唔是国民党，是无党籍这个无党籍大联盟这个科批，啊，一科真了不哩啊天才啦吼。第三，咱来看这个大标题：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理依据及迹象。美国是凭什么国际法来？啊，你讲，我拢无看到美军，虽然无看到美军，但是有一挂迹象，你总可以看得到。好，好，咱来看。第一，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啊，第二就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说拟定后，在1945年的8月17日，由迄阵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哦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的9月2日，对日本受降日来发布。迄阵受降典礼在东京东京湾，哦，迄个密苏里舰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在台湾日军投降，改年不给收缴，好吧？你讲话就要用，你得用命令蒋介石，因为迄阵呢，杜鲁门总统是所有欧美啊，不，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嘛是太平洋哦亚洲战区的这统帅。那么，以授权的麦克阿瑟将军哦发布命令。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台湾的日军投降。那么，现在美国一定安尼发布，就是美国是为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有权利来分配盟军占领区。迄当时，伊个命令嘛，当时发布和其中一条文发到苏联，就是讲北纬38度线以北。就是北韩、北朝鲜，包括中国的东北，这些地方的日本军，要向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来导航。你注意看，头前有挂国家的名字，远苏联啊，苏联就是一个国家。就那命令叫在叫呢，那也无挂中华民国蒋介石元帅，什么原因？因为迄阵中国有。四个代表，四个政府：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延安的毛泽东政府、南京的汪精卫政府，还有一个满洲国，有这四个政府要叫什么人代表？所以什么人代表中国？所以头前就无挂名，就直接讲命令蒋介石元帅。啊，命令蒋介石，伊接管什么所在？就是北纬16度线以北的北越，哦，印度，迄个是北印度支那，就是今麦北越。啊个台湾及澎湖是向蒋介石元帅，蒋介石迄阵是中国战区的元帅，哈，啊就讲总司令。那么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元帅，但是现在让命令，就是杜鲁门总统是。整个战区的最高元帅嘛，啊，最高统帅 ，OK， 好，过来，就依照旧金山合约啊，这是1952年四月几被生效。第二条 B 是讲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了哈。第23条也确定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个身份，啊，这个、日本当然是包括那是日属台湾。过来，那么对日合约的拟定是美国跟51个国家在同盟国来作为协商，那时候美国派杜鲁门来主导跟分配，这是美国拼的，这个杜鲁斯贝尔嘛，这跟美国国务卿，好，那么现在伊哪样主导，跟拟定，跟同盟国协商，拢美国来主导分配，条约边那下。利益边的分配，好，所以他说：“你看，这个旧金山合约，这是国际条约，可是51个国家作为咧商讨的，这是
真重大。台湾要解决台湾的问题，要回归到旧金山和平条约，不是国民党咧讲的讲台湾关系法，不是。台湾关系法是干咱美国国内法，伊的位阶真低。就在这个国际条约旧金山合约国的一个国家所签署的这个哈，再来台湾关系法，好，这是1949年开4月10号开订立，但是追溯到1月1号前呐，因为1979年的1月7日是日那个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但是拖到4月7日才订立台湾关系法，啊，这中有空窗期啊。所以美国爱光阴追溯到等于1月1号，伊跟头拄仔咧讲的迄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爱衔接开，好，好。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依靠权力甲义务来拟定。咱唔捌听来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美迄、那个法国台湾关系法，对无？独独干那有一个国家叫做美国，伊会当对因国内拟定了，就甲你。实施在台湾实施，免搞咱台湾人参详，好。过来，咱来看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六项保证，哦，这是背景，就是讲迄阵美国要跟阿强啊签817公报，啊，这个迄当时台湾风雨飘摇，人心惶惶，所有有钱人。拢咧烦恼讲啊，美国会出卖台湾，啊，是台湾已经美国不爱收啊。所以迄阵蒋经国原来真烦恼，因为迄阵的好家人拢咧卖厝卖地，咧办移民，准备要离开台湾。好、哦，啊，这个背景是啥？就较早1949年国共内战当咧拍迄个时阵，国共内战。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已经一直溃败。啊，美国也无看好中华民国，所以啊，拄啊发布一个美国对华白皮书，就迄个白皮书等于咧放弃蒋介石这个政权。啊，这个白皮书就发布了，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国军败退的更快。所以兵败如山倒，真正一声就有毛泽东规个席卷整个中国，迄就是压垮蒋介石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迄个美国对华白皮书。那么这个817公报，赶快这个意思。所以台湾人迄阵，无论是哪军的中国人，还是日军这台湾人，足惊遐，一直咧办这个移民哈，咧卖田农土地。所以这个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蒋介石赶紧透过伊个外交系统去甲雷根总统要求，请你讲一寡对台湾的保证，来安踏台湾人的心。所以伫这个情况，雷根总统我那阵对台湾发布六项保证，来安踏台湾的心。那么咱来看这个六项保证是咧讲啥？来，第一，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来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啊，你注意看，加一个对台。那么这个台不是对咱台湾人哦，是合作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这个治理当局。好，第三，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啊，这对台湾呢，要看这讲意思哈。过、啊、来，美国未修改台湾管理法，哦，因为真侪拿军啊、日军的这到底台湾这些人，拢认为不和台湾的就是台湾管就好，所以这个未使改。啊，这美国甲带，吼、哦，雷根嘛保证美国不会修改台湾管就好。但是咱的头拄我讲，咱爱怎样保护咱台湾人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所讲的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这个 of Taiwan 就是属于这块土地的本土台湾人，这正港台湾人。中国人是外来，迄不是台湾人哦，伊是中国人。
但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用语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on 就是讲在这个上面，只要你住伫台湾甲澎湖，台湾这些人拢受我美国保护，安尼拄好去保护中国人。所以这个台湾关系法对咱来讲是不利的，是干那，先做去保护着中国人。好，过来，美国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好，美国不能施压迫，使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好，对啦，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共有主权的这个主张，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含中华民国抓头抓尾拢无台湾的主权，因为嘛，为到即嘛，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华民国提一张让渡书，讲台湾平和已经让渡给你啊，这个割让的合约，你提出来看卖者，到今拢提袂出来，伊较讲着讲根据开罗宣言，开罗宣言迄是用讲的尔嘛。就是开罗宣言，三大巨头拢无签嘛，好不好？蒋介石也无签，罗斯福也无签，丘吉尔拢无签字。好，好，咱从来毋捌听到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承诺，对吧？咱啊，台湾跟美国无相当的关系，美国是安怎爱甲你保证、甲你负责任？啊，即敢若讲，比如讲。一定有某种的关系，台湾甲美国。我来以一个男女朋友来比咧，就敢那两个交往甲真好啊，已经论及婚嫁。那么男方要安怎甲女方求婚？啊，我给你保证啊，啊你嫁我吼，我绝对让你吃好做功课啦，佮每个月吼5万块让你买衫裤啦，啊5万块让你买化妆品啦，安尼啦，啊你来嫁我，爱甲你保证对不？你若无相当关系，美国要安那钱啊，得对台湾来，他对台六项保证，雷根是笑的。所以你就知影讲，咱跟美国一定有啥物款的关系，就是咱被占领啦。美国是占领方，我们是被占领方。啊，被占领方的国防是占领方要负责，所以台湾的国防。叫讲咱比占领，咱免买武器，咱免去做兵，啊，是要哪咱去做兵？琉球要美国1941年哦，尼米兹上将，伊用伊个海军航舰安尼去个攻打去哩，成立美国军政府，敢有叫琉球人来做美军做兵？无呢，因为因是敌对啊，逻辑上是小咧小台啊，逻辑上你袂使错乱啊，啊你呐。美国叫日本的琉球人来做美军，发美式装备给你。啊，你若发 M16 步枪给我，我拄仔甲你拍。当年迄阵有 M16 哈，敢那 M1 的款。安尼你就知影嘛吼。所以台湾人，咱迄个敌国人甲咱占领，伊哪会叫咱去做兵？啊，台湾人真正较乖戆戆。哦，迄时我听我几啊年才发讲，迄阵我。因为朋友咧开讲，我讲呐，这个蒋经国呐，讲要真正要阁叫咱反攻大陆吼，啊呐真正发武器，予人开始要出兵要拍，我讲我可能会先甲迄个指挥官先甲拍落，因为我咧拍蒋作准的，包死的，因为我真正枪法作准的，我迄阵早起，阮兄哥就买一支猎枪。我初中的时候我就练到练到遐，刚开始，那伊好在在迄阵无野生动物保护法，无我掠去关啊。因为我那迄支枪拿出来吼，一门就差不多一只爱栽落来，所以到尾啊，拍到遐鸟啊惊我，看到我那枪拿出来，遐鸟飞了了，我煞无鸟好拍，结果我阵拍金蕉叶啊，香蕉的叶子甲。打一个洞，搁上迄个坑搁个拍，还是一个洞，安尼有准无？我若要食山啊，免爬去万山啊，嘛免举竹篙去拉。我上迄个山啊，地头规拍，未超过两发，
差不多大部分拢是一落就规拍落来，上加是拍拄啊拍一半，还一滴啊掉咧，我阁上第二门就规拍落来，我是已经练较准，所以我去做兵的时候，我惊寒，所以我拢去拣个棉被安尼足厚足蓬的迄款来加较烧，但是若要哦好，无，要去拢无要紧，点点啊去啊，吼免甲我讲，啊静静的回来哈、哦。所以伫安尼种啊，我若内务检查我拢输人，因呐，因拢因咧较薄的面皮，咱煮甲像豆腐干安尼四角角，啊我拄开始煮有迄个四角的形，但是伊个，伊个着像咧馒头种蓬蓬个落去圆，所以我内检查拢定红拍车，拍车着要甲我金甲。啊，金甲啊，阮拜六下晡会去打靶，啊，若拍满靶，我着去龙椅食，啊，拄啊，广告抵消，我着去出去佚佗啊。好，也是题外话呀，吼。来继续，咱来看美国核电之一。咱啊，台湾人去选着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拢来接获美国的核电，啥物原因？好，咱来看。2004年，啊，这个就是接受美国核的，都要正如一般命令第一号，啊，蒋介石较早是用一般命令来嘛，啊，迄阵等于讲，你即马甲我讲，台湾敢那是美国一间足大间的速食店这间公司，啊，美国总公司来台湾开一间台湾分公司，啊，较早总经理用派，较早派蒋介石。迄阵不用不算，直接用派，派蒋介石来遮做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那么一直传到蒋经国，尾啊传到李登辉的时，开放，互恁用民选的，互恁台湾人甲你选一个分公司，台湾分公司的新的总经理，甲恁甲你选，结果选到李登辉对吧？第一次1996年的民选的，尾啊佫选到一个叫做陈水扁，最后尾啊互恁用选的。总经理，互恁家己选，啊，这是安尼落来，啊，但是你若选到，你要接到美国的贺电。来，咱来看2004年3月20日，阿扁啊东转南宁八兆凯道，但是前一天就是319枪击案，阿扁啊巴肚掉一枪，李秀莲脚头乌啊掉一枪，好不？阿扁啊，打电话给连宋，迄阵连宋已经合作会，哦，民意真悬，到尾60%的这个。民意的迄个支持度，像讲稳赢，所以陈水扁敲话讲啊，发生重大这个枪击案，会影响到选举，咱是不是爱来停止选举？啊，连总都急要做总统，讲啊，忍耐，无要紧投啦，明仔载阮就要做总统啊。结果投落安那，输20000+尔啦，换算输的比例都要输0.228。哎呦，啊，拄啊好佳哉有李登辉发动28。牵手赴台湾，迄阵甲陈水扁的气势，台湾的民心拢夹起。好佳哉李登辉有发动这个，啊无迄届咱陈水扁一定输的，啊佫赢0.228，哎呦，敢若二二八事件这冤魂有出来咧运作的番哦，吼、哦，所以赢0.228，但是哪赢做唔甘嘛，所以霸占凯道，嘛去占这个中山会。所以这个美国白宫核电一直拢无发出来，所以底下乱几礼拜。阿扁也准打电话给迄个夏新有无？一个查某的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吼、哦，迄、那个珊珊啊，差不多，啊珊珊啊。结果，迄、那个夏新就真正联络白宫，啊讲问讲阿太核电拢无寄来，白宫甲回答讲。只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把总统的当选证书打去你公告栏，美国核电半点钟来搞。所以哪样嘛，知影讲美国核电准备好啊，啊只要中选会来打，核电就来。所以哪样去过不啊？和迄个主任委黄石成去加这个打这个当选证书，那日军的加。火上去打，水打个都需要拿棍来拆掉的。但是迄阵的卡面啊，有连拍哦，啪啪啪起来，把这个影片吼、哦、照片就上去白宫，
所以半点钟来白宫贺电就到，这贺电一个到，哪样知影讲，头家已经答应哦，董事长已经答应，和陈水扁做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啊，所以就乱袂落呀，而且佫乱无效，头家已经答应啊，贺电到啊，所以哪样就溃散，凯道啊溃散，哦，中专落去啊溃散，无迄阵。干那咧钱无爱，我打一个要打安尼客家玻璃门拢钱钱破吼。迄阵咱日军咧吼，一粒石头啊，拢悬在半空中，几礼拜拢无下落吼。来，咱来看军事基地来做一寡对比。来，菲律宾有一个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吼，啊，嘛有一个苏比克湾美国海军基地。过来琉球有加索纳空军基地，然后一个普天间基地。来，啊，古巴有一个关达纳摩湾基地。啊，台湾有清泉岗美国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甲看，这四个所在拢是过去美国跟人修建。啊，菲律宾跟古巴是美国跟西班牙，啊，1898年修建。那么所签的所割让出来哈，菲律宾割让出来，古巴是西班牙放弃啊。那么琉球跟台湾拢是美国跟日本修建，建完了哦，琉球托管，台湾啊被占领，这拢是被军事占领的所在基地哈。美国开始将去遐设基地，所以。这四个所在，敢有苏联去遐设基地？无咧，吼、哦。敢有英国去遐设基地？嘛无啊。哦，独独就是拢美国，吼、哦。所以以上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其他国家袂使来。你讲阿强啊，敢袂当去菲律宾设基地嘛？袂使啊！好，阿强啊嘛袂使来台湾设基地，独独就是即占领地拢是美军会当在设基地。好，安尼咱就了解了哈。好，那么依照国际战争法的规定，哦，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咱来遮要上的主要的，你上基本爱知影讲，咱台湾是。日本天皇所属，哦，咱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啊，日属美占，哦，你会当讲，咱过美国了，咱去美国办酒会，有这两张相片，哦，你看，正面这边有两张相片，美国送咱这两张相片，什么意思？就是讲，这个什么所在？台湾的领土是属，到底这些人？你看这两只天鹅，不是啊，不是这两只天鹅啊，是后边还有动物吧？那个主人，台湾是日属，这个就是日本的皇居啦，啊，皇日本天皇住的所在，所以这个是日属。啊，在奥巴马就职演说这个上面，表示咱是许美国占领，啊，即马较早许杜鲁门总统占领，咱即马已经以总统已经算到即马新的。占领者叫做奥巴马，哦，咱是日属美战，所以美国送咱这两张相片，哦，这作为意思的哈。来，啊，咱来看君主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咱以伊拉克做例。伊拉克本来1990年代迄阵，哦，第一次波湾战争，老布希，哦，发动战争，哦，迄个海山打败，但是老布希无斩草除根啊。哦，紧紧的撤退，所以和这个伊拉克保持实力。迄阵美国的苏克先呐，因为边后一个伊朗，啊，伊朗这话呢，激进派，老布希唔敢把规个伊拉克规个消灭掉，和伊朗军壮大起来。因即马就是保持伊拉克跟伊朗的军力和差不多拄啊好个啊，和因两个拢无法度独大起来。所以放海山一条线咯，但是海山的话呢，足高怪咧，吼、
啊，尤其伊阁支持迄个开打组织吼，宾拉登因这个系统，所以乎宾拉登发动迄个911事件，所以毋较伫2003年3月19日，英美联军对伊拉克开始攻击哈。那么伊阵咧宣战的伫小布希宣战是讲，要求伊拉克这个海山，你在48点钟来，你要离开伊拉克，啊，若无我就要发动战争。啊，海山无走，并无走，所以伊就准伫咧3月19日开始，英美联军开始攻打伊拉克。但是这时间真紧，差不多2个月时间，哦，伫2003年5月7日，英美联军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而进入战役占领区。三一战领区就是只要你无反攻，我就袂阁甲你开枪甲你拍，好，迄个三一战领区。那么5月2日，联合国哈 ，UN 联合国承认英美联军对伊拉克有临时管理的这个当局这个权力哈，就是等于迄阵呢，美国军事政府伫伊拉克的军事政府意思哈。过来，但是你看，差不多6年后。英国军将其撤军。那么美国里头8年后，2012年啊，12月5日，美军将其撤军，敢若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啊，你要想，啊开遐侪钱，哦死遐侪人，哦，因为你咧烧钱，一工就拢算开几个美金安尼咧算，哦，所以。8年来，美国开伫这个伊拉克的军事开销，哦，总计到6000亿美金以上，哦，在账面上看得到的，啊、哦。那么是安怎开遮侪钱，死遐侪人，遐侪装备歹去，用拍歹的，无法度把伊拉克变作美国的一州，第51州，都还佫行人，还撤军行人，同款啊。美国去打琉球嘛，死足多人，哦，死他15000几个，受伤的几啊万的，那也无甲琉球啊，那变作美国的一州，还是变作伊的属地，拢无。这就是讲，君主占领不得伊专主权。同款，以色列去占领加沙走廊，也做屯垦区。占38年，哦，联合国家要求讲，你要依据国际战争法、国际法，你袂使一直讲占领，你总是爱一个适当的时机，你要撤退。所以占领38年后，以色列开遐侪钱去开垦迄个沙漠地区遐屯垦区，嘛爱撤军，袂使永久讲占领，啊，所以袂使移转主权，所以到尾拢爱撤军。那么，过来第三个重点就是，依据国际战争法规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咱大家有一个日属美战，这里要记好清楚。台湾的地位是日本天皇的，哦，台湾的领土。第二就是，君主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第三个就是，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来咱来看。以中华民国做咧，伫要讲中华民国之前，咱来先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法国去哦，德军甲整个全面占领，成立法国维希傀儡政府。那么迄阵咧，戴高乐将军带一部呢军工教人员流亡去英国的伦敦。成立伦敦哈，英国伦敦不成立法国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啊，你要注意讲，迄阵流亡，你捐款去别人国家，敢用用迄个国家的一个大都市，啊，比如讲法国在伦敦了吧，哈 ，French London。迄阵的比利时嘛，同款啊，比利时流亡去
英国的伦敦，嘛是讲比利时在伦敦，袂使用法国在英国啊，袂使用这个名。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伊嘛干来定伫台湾的一个大都市，吼台北市，所以叫做 Chinese Taipei。其实正式的名字是 Chinese 啊 ，exiled government， 中华民国还是中国人的流亡的政府在台北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d in Taipei， 刚才用台北市这个名，所以头啊尾啊两只会叫做 Chinese Taipei， 正式的名字是讲中华民国中国人民。中国人的政府流亡在台北，所以李登辉讲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国袂使讲，你爱讲中华民国在台北，因为你流亡干来这样用都市，你袂使讲 Chinese 台湾，袂使用台湾规个地名，你干来会当用一个都市，包括韩国迄阵，啊，因的流亡政府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因的政府一部分人。流亡去伫中国的上海，或者 Korean Shanghai， 好，好，那么中华民国伫台湾已经占领69栋啊。其实伊只是美国派来，你若甲台湾甲往即马讲咱一栋大楼，等于是美国派蒋介石来过迄个管理室，可以过这栋大楼呢。过69年，敢会讲蒋介石传落来，传到蒋经国，安尼讲，阮已经来遮遮久啊，即栋大楼变阮遮管理员的，无可能嘛，对不对？即栋大楼你只是向派来咧做管理员尔，蒋介石、蒋经国，包括你卖马英九，拢是美国等于派人来遮做管理员。袂使讲，互你管顾讲台湾偏向便利的，无即落代志，吼。所以流亡的政府袂使照地好啊！你若要中华民国要去顶起去，你真正爱反攻大陆，甲共产党、共军打垮，啊！你去等于南京伊个总统府，你甲你中华民国这个前任几个先干，安尼全世界，你若搞起来回完国，啊，有可能。一国一国来跟你承认，啊，若无，你无可能在台湾就地合法。你搁占100年嘛，你嘛爱撤退，你爱走。所以即摆美国已经咧铺排，现在中华民国即摆一直咧裁军，啊，中华非常啊，愈做愈侪，拢咧对咱台湾。啊，台湾家己咧自废武功，那国民党去咧做总统，都拢无爱买武器。啊，事实是讲，咱被占领，咱免买武器。当时美国去占领琉球，无叫琉球人做兵，嘛无叫琉球人爱买美国武器。美国去占领伊拉克同款啊，敢有叫伊拉克的人来做美军？因为迄敌对啊，你叫伊拉克遐回教的人来做美军，啊，你发美式装备 M16 枪，伊都要摕美式装备来拍你美军，无人遐戆啊。美国人无人阿讲，所以咱要中华民国叫咱去做兵，伫后日咱拢阿退转来，吼、哦，咱来向美国退，啊，美国会为中华民国这边，哦，来提钱来赔咱，吼、哦，所以啊，这款的代志咱就先卖讲，等咱接到政权，咱开来向美国要求，吼、哦，所以咱做兵唔对，啊，美国。你阁卖武器给中华民国，这嘛唔对，因为你卖武器给中华民国是咱台湾纳税金去付的，所以咱台湾算有够衰啊！台湾等于美国的前线呢，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这是美国第一岛链防线。咱等于咧配台湾人去做兵，等于咧替美国人咧做兵咧翘的兵，啊，咱有够衰。叫讲咱这拢免做，啊，咱主要着爱替美国顾大门，啊，这前线系大门嘛，哈。咱还阁买去甲美国买武器，阁爱甲你炸便当，啊，台湾人有可怜嘛？替人替
替占领国、替咱的敌国做兵。你莫袂记，咱是日本台湾人哦。较早咱是咱的台湾军啊作用的哦。迄阵菲律宾，咱日本的皇军开埔三个月就甲规个日本、迄个菲律宾占领，安那为戈宾地区的临时战斗机飞去。这个美，那个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把伊个飞机拢炸翻，摕到制空权。迄阵的麦克阿瑟将军底下做总司令啊。我操！这飞机现在有得飞来，那有人飞上？迄阵咱的临日本的临时战斗机吼，足轻呢，啊，会当装足多油安尼，直接会当载到菲律宾克拉克空军，把规个空军甲拍歹吼，飞机拢拍歹。所以摕到制空权，你若摕到制空权了，真紧，你就摕到制海权。因为美国遐军舰无飞行机咧保护，所以咱个临时战斗机遐要甲轰炸，要甲拍，踮咪落岸拍沉。所以真紧，菲律宾占领，菲律宾占领起来，佫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咱个高沙义勇军，哦，这真正丛林作战的高手，一支反倒就会当伫丛林作战。所以南太平洋战争吼，伫遮岛国，迄拢是热带雨林。好佳哉有遮台湾军，因为迄阵的通信无遐好，所以你的部队不时伫丛林咧行，失去方向，含主力部队、含后勤部队脱节哩，失去联络，食到无物件免啊。好佳哉咱的高沙原住民，本来就是山顶，只要一支刀在当生活，后尾。彻查来起一个简易的类似公寮哦，栖身之地。啊，搁沿路看有啥物叶啊，会新的价值，植物的价值嘞，下骹的快进的价值嘞，有迄种哦，还是做陷阱来掠遐野兽，来提供食物给遐日本军食。啊，无日本人真正介侪枵死的，所以是安日本人。对咱的高沙义勇军，咱这会使讲较早上在特种部队的对吧？只要炸一支反刀，会当在丛林哦活足久的。包括有一个，迄阵台东有一个那边南族的，叫做李光辉，你们来记无？伫印尼的这个丛林，战后二十几年啊，开向发现到。你看伊战后，第二次这大战结束啊，阿姨。唔知影，因伊都伊个队友拢战死啊，剩伊一个，伊靠一支反刀，伫这个一年的丛林内底活二十几年，啊用发电吼，啊甲知影讲战争结束，啊甲送转来台湾，啊本来身体足健康，哇，转来食好做功课，搁拢啉酒，哇，无几年出来，吼、哦，有三高哈，血压高，血脂肪高，啥物啊，出来。所以你看，日本的皇军吼，高烧战，但是咱的高沙义勇军，咱的台湾军佫比日本人较厉害，尤其是这个热带烧战的所在，吼，啊，这个发挥台湾人这个高沙义勇军吼，伊的特色吼。过来，咱以徒步为例，这个西藏啊，吼，西藏即马。改名叫做徒步。那么西藏的这个达赖喇嘛流亡去印度，那么美国政府向印度租一个所在叫做达兰扎拉，租予徒步因这些流亡政府这些子民底下住。那么因徒步伫达兰扎拉咧选总理，敢有叫印度人堪伊做伙选？无呢。啊，像那中华民国，因咧选帝王，咱日本教你甘咪甘咪，这个咧做个选。印度人无甘西藏人做咧选西藏的这个总理啊，像咱台湾人你咧甘咪选，所以这咱台湾人用家家逻辑错乱去，哦，这真重要，咱来了解吼、哦。我国头拄啊讲过了吼、哦，那么。美国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政府占领台湾，啊，这去年吼，才改六十九年。因为咱秘书长吼，伫2006年10月时，抗美案判决，这个
应该要解除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无妨啊，就咧等咱训练四千，吓，吼，啊，四十一万分的身份证，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讲，咱台湾人有这个四十一万的人有觉醒，要请迄张身份证来做正港的台湾人，吼，安尼时阵，这人啊等于讲咱的台湾民政委总主教官出去外口会当宣传咱台湾。这个法理地位，好，没有搞不清楚，我认为中国人拢想讲，自古台湾就属于中国，自古，啊那古早1911年以前也无中国的，你在讲自古，好，那么如果军政府核发台湾身份证的法源是安那，咱得要摕到这张，才会当做正港台湾人。而且这张真重要，我才有框起来。Class TW， 就是你是本土台湾人，日本天皇宣布1945年8月15日宣布台湾，迄一天，还佫住伫台湾的，甲平和殿馆，即咱的阿公阿嬷，哦，因家会当，包括所有生团的子孙，才会当摕到这个 TW 这个身份。啊，若中国人1949年撤退来，即个人，即个难民，伊若要来甲咱请这个身份证。伊个分类，互咱个分类做 C 就是 Chinese，E 就是 exiled， 就是中国难民，因体叫做难民证。吼，啊，咱叫做黄民证，咱 TW 就是黄民，咱是黄民证。将来台湾哪里选举，都要 TW 身份人才有资格去参选，还是去投票。所以投票就无难以对抗啊。啊，嘛爱有 TW 身份这个人，才有资格做公告人员。中国的这公告人，咱一个那训练好，咱就就要退掉，咱的人报警。那摕 C.E 的人，拢袂使做公告人员，哦，嘛无参选权，啊，所以以后就无男女对抗。这拄啊像即马柯文哲咧讲，打倒男女，啊，所以以后前途就是拢台湾的前途要公道要啥 ，OK， 拢台湾人咧算 ，T.W. 这身份人咧算，本土台湾人。这是美国是安那动，台湾袂使。办公投，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台湾顶岸带两种人，啊，公投的结果是要听中国人的，还是要听咱本土台湾人的？所以两个不同国的人带在遮，你变哪办公投？哦，所以伊叫咱来发这个新闻，就要甲台湾人甲中国人用这个 class 来分类哦，清楚。好，今仔时间到哈，以后有机会继续过来讲啦哈。好，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哈，下课休息，等一下10:10才上课啊，十点。